时候香港安乐，个个都要反省，个个都要公开，平平静静。点解个性咁样？呢个香港咁样？收翻你哋做紧啲乜嘢啊？香港俾你搞冧啦！谂下呢啲做紧乜嘢？自己反思下，成日话政府反思，你自己有冇反思啊？我哋系时候要停一停，想一想，所有嘅年轻人要珍惜自己，珍惜香港，爱护家园。我哋觉得我哋大家系要去反思，唔可以再俾呢啲事情咁样发展落去，唔可以一错再错。香港唔应该成为咁样嘅地方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